坐上去，然后我们就跳到六楼下去。他们的归场是什么？他们拿退伍金。到了这个到点以后，他拿退伍金，哗呀，就把那煤就推到那个坑里，那坑里头那个刮板机就直接就刮到坑里头去了。反正推上一坑煤填满了，从刮板机什么都能刮走。然后那个是人上也是上不了的。一小时好几吨煤，或者是十几吨煤，可能一小时就烧一汽车煤的那种煤场，他都靠着推土机的方法推煤，然后运上去，然后他那里边有大锅锅炉底上是个煤斗，他那煤斗装好了，然后那个锅炉定期的把那种闸门开开，把那煤斗哗啦撂进去了，然后到时候关上，然后定期给他那煤斗里面放了。好几吨煤，然后就等着一边一边的，那边已经从那边拿出土机往推，就全在坟头然后爬到那个最高的山头再走上去，那个入煤廊里面去，那个入煤廊里面去，看到很粗糙的，然后爬到顶上去，那边是相对安全一点，然后中间那个大窟窿也是没有栏杆。那个大沟上就是感觉提醒小心别掉下去了。站在那儿以前也是人都那么点小人，是我说以前实习，然后站在那儿一不留人掉下去都点了，反正就是干这种事情。然后工地上那种升降机坐上去，两个笼子哗啦哗啦关上，这边是哗啦哗啦关上，就那个铁笼子，然后一开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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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去了，12楼上去了。到了底上以后，他那机器到了底上以后停的时候是，当当一下就停下来了，然后把这边的门哗啦哗啦打开，上下的一打开，然后进去，就是这样。那个工地上有时候，如果你实习的时候到工地上走路啊，一是要戴安全帽，一定要戴安全帽，不戴安全帽很危险。第二是穿厚点鞋，不然小心扎着身体踩着脚踩着钉子。第三是走路一定要慢，黑裤任何的黑裤不要去，就是你看不见路的地方绝对不要去，看见地上有什么看不清的东西的地方绝对不要踩，到时候你包括这儿有一张报纸什么的，这个地方绝对不要踩，只走那个光明大道，任何黑的地方都不能去，包括那个电梯井的那个一个个那个门，包括所有的带警告的那个门都不要进去。有人出过事故？这些地方你不知道它那里面是什么情况，一脚踩地就摔了，有可能的。所有的那个，因为他做保护，按道理都应该做保护，都拦住的。但是有的时候现场做差点，什么就漏下来没有拦，也可能那地方就是一个坑，他这儿放两包纸，一脚踩过去就是两个脚至少是。要埋伏闹死了掉下去，这种很危险的。然后不要跳，不要跑，不要跳，不要跑，看见坑绕着走，不要跳过去，不要想着怎么跳过去，这都是常规的东西，千万要小心，在工地上一定要小心，不要出事故。出事故概率很小，但是一旦摊上的话，就够小的。我们单位有一个人就是现场监督的，冬天穿成大衣，然后就是前面有洞嘛，很小的洞，那个洞也不大，2楼嘛，他在2楼，相当于那么洞，穿成大衣跳过去，没跳过去，跳过去，底下堆的都是钢筋啊、砖头啊，这种垃圾桶堆，他掉下去的时候看成绊了一下的，然后头朝下掉下去。他带着钢筋的也不过，带着那头盔也不过，摔死了。多少年？当时几岁了？工作了几年了？监理的，然后摔死了。就上次我同学好像他有个做安全的，然后他不是吃饭了，他好像什么外面的地堵圈，一块玻璃在往下走。然后我另外的同学，然后另外在。他说他好像说什么老板现在的好像在上面的经营，他说你要不要投
你不管谁担责任，死了的这个就不是他，就是好像葬好了，就是外面的木墙掉下来的啊。掉下来的事情属于意外吧，我就是说这种正常的情况下的，你不要去惩罚，不要忘掉家公辞职不做了，他下来。不要给自己惹麻烦。哎，像那种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什么二线挂靠一年一万多这种，真的挂出去出事情会出来找我？什么叫挂什么呀？哎，不是外面有很多挂证书的吗？啊，你有证书？不是，我问问看。出了事情，看分具体情况，有的可能这抓进去都有可能。啊，我挂证书给这个家单位，他一年给我一点钱，啊，出事情我要帮他担的。那看就是看当看到底是出什么事情，或者是你当时这个你的证书到底是起到什么作用。人家不说，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有的人监理的总监证挂到外面去了，那结果房塌了，那你就进去了，那就这样。建筑好像人家不是说挂证不挂章吗？我章挂证不挂章是可以的，但就是说要看情况嘛，有的事还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说你不挂章你就出不了书嘛，就是说你但是有的时候你不挂证就是挂出来了，人就要你什么人了，你监理啊，比如说就说你这人就在那当在盯单着了，那出了事当然找你了。他是帮企业提升资质的资产，那是可以的，那有的是安全的，相对安全也有风险的，有你具体看吧，你具体看什么？好像二级是一万多吗？什么东西？见到血？嗯，对。那你就看情况呗。见到是好考的吗？相对好考吧。我建议你要是愿意考的话，你还是不去吧。我也想去。考了几个吧？你们考二级吧。一级、二级慢慢来，二级随便呗，再考一个呗。我就怕挂出去，万一莫名其妙幺幺零过来。那不去，一般也会不去，一般不去，应该不去。我因为前两天考了再说，别的事情都好说。没有这么大问题，这样我是在抓住，有可能吗？啊，有可能被抓来。我告诉你，有时候这个事情不好说，找了没的话就闹了没就行。比如说有一个房子着火了，老板私人老板的房子着火了，那么老板呢肯定抓进去了，然后人就查这个房子的疏散，一查疏散呢。疏散门不对，疏散门少不够啊，出人命了，疏散门不够，疏散门不够嘛，那就说看是怎么回事了，然后施工单位说是你干的吗？施工单位说我干的，我干的，那就去找图呗，一看那个图那是张白图，没盖章没签名那张白图，最后说这张图是谁画的，找到设计院，是谁画的。啊，是你画的，是我画的，但是我只是画了一张图而已，我也没盖章，我也没签名，就是一张普通的图嘛。这个不具有法律效力。你说，那你明知道他要按照这个来施工，你还按照这个来画，虽然没有出，但是没有出图，但是你的责任还是有的。如果有经济效益的话，如果没经济效益，反正最后他也跟着失联了，进去了，真实故事，真实故事，就太紧了，具体不清楚。这种事情不可能，只能说见人好黑啊，谁好说？什么反行业都有风险，倒也不单是这个问题。你要想着风险，要自己聪明一点嘛，克服。干什么都有可能进去。对，那也是，当然可能性都不大，你这个就不要小心了，别去。我现在先回答一下问题啊。是这样的哈，就是说，首先这个暖气的话呢，现在是说是没问题的哈，现在暖气先没问题。首先说这个暖气是没问题的，对吧？暖气的话，我是认为它可以这样画。一层一层的都是这样画。另外呢，你看，你看一下它那个图哈，这个图到这个图，这个图现在我已经讲过，上次讲过，就是这个地方你不要做同层式啊，做一层式最好，因为热水嘛，热水的放射器
它会有一个自动循环的这么一个过程。你这样做一个异程序，这做同程序是好心办坏事啊，根本没必要，而且还会造成反作用。这地方就做成异程序啊。这个图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也没有什么，没有别的了。那么采暖呢，我们今天也就是大概讲的也就是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说这个，散热器哈、啊，他说这个散热器，这个空调空中学院的冬季体育馆冬季就像这种系统型，就要比这个大很多，现在运行的效果挺好的。然后散热器尽量做温控阀来调节，这个是这样的，温控阀的话呢，那我们这个散热器的话呢，也可以做这个。这个散热器它就是一个系统图啊，它这个图上当然阀门还是应该要有的哈、啊，阀门的话肯定是要有的，比如说采暖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大样图上看啊，看一下啊，其实我们的做法呢，所谓的做法基本就是这么样一个做法，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做法，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做法。其实那两根管子呢，就是这样一个并排放的一个管子啊，这样接上一个，接上一个。这个阀呢，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阀嘛。二这是一个恒温的两通阀或者手动调节阀，在这儿有一个阀。那么我们一般呢，这儿做一个阀以后，这儿也做一个阀。这儿40多活接口啊，这不是啊。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是这儿做一个阀，这儿做一个阀，做两个阀，一般都是做两个阀啊，做两个阀，这样做两个阀。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一个是起到调节作用，一个起到隔断作用啊。一般采暖就简单的话就是做到两个阀就完了，可以没有问题啊，是这么一个做法。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他在提出这个问题是，就是这个。从模型布局到布局的这个转换的过程啊，这个其实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比如这个，这是到了布局空间哈，然后呢你可以套一个图框进去，你比如说这个我套一个图框哈，这图框一般来说一号图是多大的图框呢？我们看一下啊，先看一下一号图的图框。594841对吧？那我们就先按照一个594841哈。这就是一号的图的图框是吧？这有一个一号图的图框这么大。那么这个就是实际图框大小了。然后呢，我们在中间呢开一个洞。然后你看这张图是不是就出来了？对，这张图的话，它现在是竖的，对吧？我看啊，对，开洞，这是开的洞。比如说把这个图放在里面，那么我们里面这张图，比如说现在要做多少？做到1:100啊？比如说现在它这个图是多大？没有说，
那么就开一个洞出来，开一个洞出来以后，那么打一个 Z 打一个 S， 那么就是说一比一百，XT 嘛，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现在我看啊，这就是应该是一比一百的图，一比一百就是这么大。那么一号图里面放出来的话就放不开了，就是说等于一比一百现在放在一号图里面就放不开了，这就是一比一百的图。现在就是一比一百的图哈，这就是一比一百的图。然后呢，这样放。那如果要放不开的话呢，我们可以做的时候多少呢？也可以做多少呢？这是一比一百，一百五的图，一比一百五就是这么大。这个图现在就是等于是按照一比一百五就这么大，套一个图框进去啊，就可以了。然后呢，它里面是怎么样的呢？它是里面是那个，你比如说要打某一层的时候，那么就是在这里面，说这个，然后在里面呢找这个后面这儿这一层，如果打印的话或者不打印的话，你把它这样设。然后这层要是关掉的话，就是把这个层，比如说它是关掉，那么这层这个东西就看不见，它就冻结掉了。比如说啊，那我们再开一个缺口，比如说，那我把这一层。比如说这个层啊，我们看一下，比如它放了三层，然后把它呢给冻结掉，那么这层呢，这个缺口就没有了。然后把它放到这儿呢，这个上面呢还有，对吧？就这层你可以把它冻结，把这个冻结掉，然后你可以每一张图呢都。放出来以后，你决定哪一张图要什么，哪张图不要什么，对吧？就可以，就可以把它整个，就是每一张图的那个，你比如说这张图上又画了水，又画了可能是画了风管和水管，你可以这张图上有水管，这张图上有风管，这样子一个一个都这样分开也可以。这个图线符号呢是这样的，这个图线符号呢好几个呢是，它是按照不同的那个出不同的图的时候就用不同的，把别的都引掉啊。它那个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的，它就是你要出不同的图的时候就把那个不同的圈引掉啊，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这里面，你看它就能把那个不同的那个图层的那个不同比例的那个圈圈引掉。它就这样的话，你可以出打 A3 图也能打 ，A2 图也能打，02图也能打，都能打成各种各样的比例的图啊，是这样的。然后家居卖场冷量考虑，我这儿有家居卖场，然后冷量设计考虑多少合适？你在什么区域主要是？
在哪个地方，哪个城市？如果是像江浙地区的话，大概就是180到200就可以了。你按照200来考虑啊，家居卖场的容量就是满足要求。要在北方地区的话，可能这个值又会再低一点啊，又能低一点。一般到了广东广州的一带的话，也就是200左右，也就是200的样子啊，不会再大，也就是200。我们一般做的超市都是这个样子啊，都是这样子。下热东冷地区的建筑也考虑采暖系统，是这样的，你要考虑的就是你如果是办公楼啊什么的是要考虑的，卖场是不要考虑的，卖场一般不要考虑，但是乐购也要考虑啊，乐购还有那个易买得都要考虑，有的是不要考虑，就跟甲方有关系。你冬天不考虑的时候，确实是有可能会有点冷的啊，就是档次高一点。好，你说这个空调系统，就采暖系统啊。那如果你要是做空调完全也可以，你就全部都靠空调系统来做也可以。它这个之所以做成空调带采暖呢，是甲方的要求。是甲方的要求，因为这个种空调带采暖的那个基本上效果上要比那个完全采暖的要更好一点啊，要更好一点。这个都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你去看的话，不同的公司他们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人家公司的要求。你要是纯粹做空调的话，只要甲方没有特殊的要求的话，纯粹做空调完全是行得通的，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如果说开动的是怎么开呢？那就是说，你就是这样直接开啊，就是这儿点一个试口，然后这儿不是试口吗？然后你比如说是一个试口或者两个试口，那么两个试口的话，它就是它就这样一次就开两个试口了，然后你可以放两张图进去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开法，就是这样开法，一次性开两个。或者一次性开一个，那么它这个图的话，它现在是按照1:多少来的呢？看啊，它就是1:100的图，我们可以按照它那个样子来，再放一个对，跟它那一模一样，就是1:100。它这是1:100，它这个图框是1号的图框啊，就是一样的图。45度的平面图，你说的是系统图吧？45度的建筑，不就是45度的平面图？什么叫45度的平面图？啊，就是建筑是斜45度的，对不对？啊，那个好弄，那个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这个建筑哈，比如说这个建筑的话，我们是斜的，
能不能看到视力？那就是说，比如说吧，假如是这样的一个建筑哈，假如是这样的一个建筑，现在要画图的话怎么画呢？那就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打一个 N， 然后呢，就是打一个什么呢？三，然后它指定新的原点，然后你就这样可以指定一个这个点，比如说这个点是作为新的原点啊，这个点。然后他问你那个 X 轴的正向，那么这就是 X 轴，那么这个呢，他问你 Y 轴的正向，就是这样 Y 轴。那么现在你就把这个图形都点成这个样子，然后呢，你要是想再画成 PL。PLAN， 然后你就把这图就转过来了，你就把它那张图转成正的了，然后你该怎么画你就怎么画就完了，然后你画完了以后，画完以后你再打一个 UCS， 然后它这儿有个默认是世界，它这不是默认是世界吗？你打一个这个，然后你再打一个 PLAN， 它就又回来了。然后你就能继续，你这个图就画完了嘛，就是这样的，你再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好了，就是，你就可以把这图拧过来画，你完全可以把这图转拧过来画，是吧？就是这样画。实际上呢，它是斜着的啊，但是你可以画，画完以后，你比如说这两张图它是这样的，拧成这个样子，那么你画完这张图的时候，你也可以接着再拧过来画这张图哈，一样的，或者你要不愿意拧也行。你就直接就是你这样 UCS， 然后呢你就怎么弄呢？你这样你就打一个 S， 然后呢你就找出一个名称，比如说是right 啊 RI 啊就 R 吧，打一个 R 哈，然后你回一下车，他现在就记住了，是现在这个就是 R 的这个图了嘛哈，你再呢再有一个 UCS， 然后呢你就比如说是新建一个哈，新建一个，然后你再有一个三点的，那么这三点呢是什么呢？是以它为一个字哈 ,INT， 那么 INT 是哎闹哪去了，三点是哈，那么就是 INT。这个点，然后这个是正向，这个是 Y 轴正向，然后呢你再打一个 PLAN， 然后这个呢就是以它现在是为正的话，那么你再打一个UCS， 然后你再写一个 S， 这个呢作为 left 啊，这是 R 啊，这是 L，那么现在记住了，那么你画这个的时候，比如说打这个，你要画这个的时候呢，就是 UCS， 然后呢，你就是什么呢？拿一个 restore 就是 restore， 然后呢，你就打一个 R， 它就成了这个样子，你就这样画。然后呢，你再打一个呢，就是说，恢复的上一个呢，打一个 L， 它就成了这个，你就接着画这个，反正这两个呢，之间你就会跟它切换。啊，你不用切换。你在画这个图的时候，你看它是斜着的哈，比如说 UCS， 然后 R， 然后是 R 哈，你这样的话，你画的时候就是比较方便的时候，比如你要画线的时候，你从这边画线的时候，它这个你按 F8， 它的线都是平行的，它就从这个方向平行的线了，啊，就是说你就能跟着它这个走，只是你看的时候是斜的。然后他画的时候呢，他都是根据这个来的。那么现在画线其实都很方便。那么画这个，就包括什么画什么风管啊什么的也一样啊，他都能跟着这个走，啊，都可以走。那你这样斜着画完全也没问题，然后都可以了。
地下车库的进风机房为何用的一个机房是否这样？为何用的一个机房是否这样做的工程？从道理上讲，进排风机房的话，你那个合用的话也是可以的吧，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从实际上讲，你这两个机房的出口你怎么弄？两个机房的排风和进风的那个排风和进风那个出口应该是相距10米的啊。你要是合到一起的话，你就得拿管子拉出去，然后再引到别处去，对吧？进排风机房做一个机房的话是，看一下防火规范吧，我看一下防火规范有没有，应该是可以的。我认为是可以的，别人看一下是不是？你这个机房应该是，排烟也在里面了，对吧？排烟和补风的这个都在里面了，应该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别人觉得呢？李志觉得怎么样？因为我那个防排烟的那个规范我没有拿。我得翻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那咱们再翻一下吧。我看一下啊，顺便翻一下啊。那个上海的规范上有的哈，上海规范是有要求是不允许的哈。上海的这个倒没有说不允许，但是是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机房内应该是排烟风机设在专用的机房内啊，首先应该是设在专用的机房内。你这个东西本身的话，你做这个机房的话，这个现在你如果要摆补风机放在里面的话，就属于不是专用的哈。第二个呢，就是机房内不得设有用于机械加压送风的风机与管道。那么这个补风的管道算不算机械加压送风的呢？4.4.3。那就是应该是可以的，那么这条应该也靠不到，应该也靠不到。排风和补风的话，有可能是排烟消防子也用得到的呀，这个风机，它也可能一样用到的呀，兼排烟排风的呀。稍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基础措施啊。
应该是没有，应该是可以的。即使是排风间排烟，应该也是坐在一个机房里，应该是可以的。我再查一下，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的话，我再跟你再单独答复你吧。我再答复一下吧。那个这个图纸呢，整体的这个大概就是今天咱们这个项目就讲到这儿哈。那个大家呢回去以后也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剩下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度，都是一个什么呢，都是一个具体的做法上的事情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再问我哈。嗯，就是一些字面上的东西，还有一些就是详图了哈，还有就是一些详图了哈。嗯，那些详图嘛其实都是抄来抄去的东西，可能大家下次画的时候你第一次看一看那个它的详图，都是你的标准图，大家看一看标准图。第二呢，就是你把它抄上的时候，抄上看一看就好了，抄一下就好了，对吧？那么我们现在这样看一眼，再看一眼吧，再看一眼那个加压式防烟排烟风机和我在网上查一下啊。这个是那个排烟口的这个大小啊，径直三米，直径十米啊，然后这个没有什么，然后本身的话，这个问题本身其实规划里没有要求说的话，应该就是可以，但是呢，你在做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啊，就是说有可能搞成什么呢？搞成最后提出来不让消防局提出来说你这个有问题。那么你就要小心，他没有什么依据，他说我们的规定就是这样，那你就要就傻眼了，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把那个火机放在这个车库里，然后外面用防火材料封包，然后你就不要放在那个风机房里，你看行不行？这样也是一个办法啊，鼓风机就是放到一个，就放在车库里，本身放在车库里。牵扯到一个防爆的问题，这个不可能吧？谁去车库里偷风机呢？那个东西不是一个人能拆得下来的。那个拿个吊车，还得拿个吊车带个汽车进去偷风机，这个东西难了啊！而且我们还不好偷，反正是不太好偷。比起那个风险来的话，那个东西的标记价值太低了。而且那个东西偷来以后也不好卖，
卖废铁嘛，太便宜。还能卖你也太亏了，那是卖铜去，卖废铜卖铁去了，那风机不是铜和铁呀、啊？海盐风机和捕风机房是可以放在一块儿，只要风机面积足够大。它这个上的答复是这样的。至于审图过得了过不了，各个地方的要求不一样，青岛是可以过的，别地方可以做。最好是打电话问问当地消防局，免得要是不行了，各专业都得改。它跟我的答复是一样的，就是说规范上是允许的，但是你要问消防局，这个是这样的。好多的超常规的东西大家最好不要做，做了的话事先沟通，不然免惹麻烦啊。那个下课啊。你来看你要考什么吧，我也不知道你要考什么。来看看考什么。我这里面规范也有，标准图也有，你要不要考？帮我看一下。好、哦。过年回家，我还带些菜剩。是这个吗？不错。应该是有看到什么的吧？那行啊，那拿下来试试啊。插反了，看，老插反了，我说呢。多大的？八就行，应该够高了。